志愿服务呢是一种很美好的精神与态度。那么志工服务，让生命更美好，让世界充满爱。这首先呢要感谢台中崇仁文教基金会的大力赞助与支持。那么正和书院呢一向秉持志愿服务的精神来服务社会大众。而正和书院的志工服务的发展，到目前呢已经历经11个年头了。在这个志工服务的平台，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年轻学子在这里成长，在书院志工的服务平台呢，他的生命能量在这里发光发热。他服务的层面其实很广，从最开始的国小学生课业的辅导，然后呢，辅以团康美劳的带动活动。让许许多多的高中学生开始绽放生命的光和热，那在多彩多姿的校园服务过程当中，开始学习、付出与成长，那么进而呢扩展到老人养护机构的服务，乃至进摊、进山、募发票、做爱心及各种书院志愿性的活动与参与，不断发展扩大社会服务的层面。这个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然后呢，从一到一千，从第一队志工队服务的成立，那么接续许多年轻学子的爱心发心及参与，目前书院志工队已经发展到了将近30队，那每年参与的青年学子呢，约有1000多位，那因为这么多志工。学生的参与更大大的开展了更多年轻学子的服务平台。他最重要是要培养年轻学子健全的人格，在志工服务对应的核心素养当中，让更多年轻学子呢从身心灵素质的提升以及自我的精进当中不断的成长，那不断促进人格的发展与成长。从人际关系与团队的合作，乃至道德实践与公民意识的提升，那最重点进而在提升这个艺术的涵养与美感的素养，加强人际关系沟通表达的能力，同时也培养规划执行创新应变的能力，那么更进一步发展的是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志愿服务的愿景这个部分，正和书院呢致力于多元而全面的青少年志工教育及服务的平台，那么能够期许对社会的发展能够注入一股正面而清新的能量，进而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志工服务，一起带动社会的祥和的发展。那么青少年呢，是国家社会未来的希望，有优质优秀的青少年才会有未来社会祥和的发展跟进步。正和书院是大家的地方，是一个公众服务的平台，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志愿志工的服务，让更多的人的生命在这里发光发热。志工服务让世界充满能量，让爱发光，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哦。我的孩子参加志工队，变得更成熟懂事。我挺正和，端正社会风气。感谢有您，我挺正和。我们在这里备受尊重与关怀，我挺正和。